新赛季第一张红卡能开出什么东西？啊！粉丝发来一张图，他第一张红卡直接报警了，让我也去试试。这把下款先进老鼠洞，还是老样子，上斜坡、跳金洞、爬上管，一气呵成。然后就等你这个有缘人。这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现在到主楼看看，主楼就让名人收，刚好试一下最近很火的蹲楼梯打 boss。OK 啊，也是爆了个七级宝，一根金条。就在我开箱的时候，注意听，来人了。问题不大，他爆成了。刚好他有一张红卡，先把箱子全部开掉，待会儿直接来去测红卡。拿完都590万了，美滋滋。迷雾换到的红卡密室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在哪了吧？在地下这个位置。来看看暴力是否真的那么神奇。第一个箱子，好黑的手啊！哎，一把卓越的 PKM， 虽然没出金，但 PKM 也好用啊。第三个箱子也是破烂，感觉暴力并不咋地，还不如密室门口的箱子。现在撤离看看赚了多少。OK 啊，也是净赚500多万。小子牛。